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，欢迎回家。非常感恩我们能够一同来参加基督五家的主日崇拜。无论你是在线上还是在现场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中与神相遇。在敬拜之前，邀请大家先来关心一下本周教会的报告事项。从八月开始，每个主日的间隙，我们将会安排教会成员担任咨询员，他们会耐心回答关于教会活动、信仰问题，并且尽力帮助有困惑或需要支持的人。感谢神，上周有两位弟兄姐妹在主日会堂上受洗，愿神继续祝福他们的信仰之旅。同时，本年度第三次受洗将于9月24日举行，凡已明确得救并有意参加受洗的家人们，请与牧长或传道人联系报名。亲爱的家人们，8月25开始灵修哥林多前后书 QT 灵修活动，请您每天灵修一段经文，写下宝贵的灵修心得，并与大家分享一节灵修经文。我们的活动网址是 hocdevotion.us， 让我们一同踏上属灵成长之旅，与神更加亲近。Awana 与您共同成长，经过三年疫情的沉寂，我们兴奋地宣布 Awana 即将在今年秋季回归。无论您是充满热情的义工，还是希望孩子们获得正面影响的家长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，立即联系 awana@hopfi.org， 一同开创美好旅程。开心课了 ，iPad 平板电脑美术班将于下周日9月17日下午2点开始上课，总共4次课程，学费为100美元，适合年龄10岁以上的学生和成人。预报名者请前往书房或访问 hoc5.org/art 网站获取详细信息。感谢神，青少年管弦乐队在上周正式恢复练习，每周五下午6点半到7点半由专业老师指导练习，以后每月一次，将会在主日崇拜中参与音乐服饰，欢迎有弦乐和管乐训练的青少年参加。请弟兄姊妹多为以上的事项来代祷，也特别邀请大家能够更多的来参与我们教会的服饰。敬拜马上就要开始咯，我们先来预备自己的心，在敬拜中进入神的同在，一起领受他话语的祝福。